Hello， 大家好，我是瓜肉，欢迎来到绝地训练营。绝地求生链一次又一次的大改版，每次打开绝地求生链都给你全新的惊喜啊！果不其然，咱们的符文之力问世啦。透过三种属性的符文能力，能让你从原本的小菜鸟晋升为绝地大魔法师。还在想为什么钢枪总是都会输吗？还在因为带不了妹子吃鸡而烦恼吗？暂时抛开这些想法，进来我们全新的绝地海岛符文之力，开始你的大魔法时代吧！一样话不多说，继续看下去就对了。Let's go！首先直接来到重点吧，这次的更新无疑是让咱们的魔法属性能力可以展现在绝地求生链大逃杀中。那这三个符文之力呢，总共分为三种，分别为风袭符石、灼热符石、极寒符石。那这三种符石中，每种符石又有两个技能，且三种符石也有互相对立的属性相克。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符石系统越来越有可玩性了呢？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是我们的风袭符石，主要技能为风袭庇护。技能描述是产生风罩跟降低敌人的子弹伤害。次要技能为风洞，技能描述是提高移动和换弹速度，提高对兵墙的伤害。我会把风袭符石断定为辅助位，就是我们所说的 support。在队伍中担任辅助位，能够使用风袭庇护，在短时间内抵挡住一定的子弹量。使用时机推荐，在敌人看到自己位置时，若附近没有掩体，可以开启风罩，使自身与队友周围能够有一个瞬间的防护罩。因此，我会把风袭符石判定为防守性质。但若你真的受不了想打游击弹，也可以使用在往前 push 时，使用风洞技能增加自身移动速度，利用增加的移动速度帮助身法与走位，使敌人无法在你裸奔的情况下将你瞬间打掉。在使用防护罩闪后，抵挡敌方出枪的时间。但是防护罩的范围一旦离开后，其实敌人要抓到你的位置也是相对简单的。所以如果要打 push 的话，我还是建议可以使用灼热符石，会是较好的符石推荐。灼热符石主要技能为熔岩滚轮，技能描述产生一个会向前移动的火焰轮。次要技能为灼烧子弹，技能描述子弹附带燃烧效果，对风罩的伤害增加。光看到技能描述就知道这样的一个 attack 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 carry 位。在队伍中担任输出的工作，基本上以技能组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打 rush 非常强力的一个技能组。利用熔岩滚轮的一个技能特性，在 push 前、中、后，以实际情况判断该如何推进使用。在推进的情况下，马上放出这样的熔岩滚轮，并且跟随熔岩滚轮的移动路径，搭配上灼烧子弹探头往敌人方向出枪，是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获胜几率的。灼烧子弹是我认为一个可以非常强硬的技能，并且可以随时单独使用，在任何对枪或远距离载具能力的表现都会大大增加自己杀死敌人的几率，并且会更容易靠在打掉对方。极寒符石主要技能为寒冰之墙，技能描述产生冰墙可以阻挡子弹，但容易被近战攻击摧毁。次要技能为极冻子弹，技能描述子弹会降低敌人的治疗效果，对火焰轮的伤害也会增加。这边可以发现，其实所有符石都会对一种特定的符石造成相克的一个作用。这边可以发现，属性相克的地方就是极冻子弹的触发，能够使灼热符石的火焰轮更容易被敌人打破，并且极冻子弹的降低敌人治疗效果，能够使在打往前 push 的途中，只要一发打到敌人，就可以让敌人的回复效果变低，在 push 时打到敌人的低血线，造成瞬杀的几率是能够大大提高的。寒冰之墙就是能直接当成一个掩体使用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季的圣诞节主题雪人与冰雕吗？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的雷同？但要小心 rush 过来的敌队，因为这个冰墙对于近距离攻击的子弹是非常容易被打破的。没错，那各位求生者对于我们这次的符文之力版本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呢？